来吧，怎么不放光研系哦？那我要破防啊！放木妹啊，木妹就是只有破防，没有真伤，大伤也可以真伤，真什么伤？你看他可以转什么出就真什么伤啊！好贪心哦，一开始直接撸了有没有？我转到全体了，好，加载。欸，这队我只看好他的那个什么减 CD 而已，其他倍率什么我觉得还好而已，并没有让我为之一亮。23,000死，会不会死掉？试试看好了。因为你看我玩队伍会比较正常一点啊，因为有些人太强了，那卡牌啊，然后什么的都超级强了，所以你看起来那个会有点有点可怕。那你自己去玩好像没有那么强，卡牌的问题啊。因为它的特色没有太鲜明，摆明就是倍率跟间距而已，懂吗？不喜欢看复制人，就看个人喜好啦，看个人喜好啦。因为复制人有些时候有些关卡可以全部从头到尾都看你 combo 啦，所以看个人喜好啦。哦，这一关大圣破防啊，就很舒服了。我转一个这个新珠哈。哦，就像哈密瓜的哈味嘛，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关是无好打呢。3000滴，我可以撞一波。撞一波。哇，你好喂。可怕嘞。17000哦。所以我要补5000的意思就对了。刚刚好啊，更新啊，鸭血啊，对吧？绝地逢生嘛，
那不是在这一关吧？我靠！我靠！这个妙了。这一波最好是带走， 我建议各位啊，最好是这一波带走。带不走，带不走，下关怎么打？啊？你带不走，下关怎么打？耍哉，到时候再说啦。看猪啊，你猪啊！肚子不够多，不会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多少血啊？八百，我靠，按错了，894万而已啊，还可以啦，不会太多了，894万。我只有四只有伤害，三只应该严格来讲三只，4633，算一下吧，哎，要换另外一个计算机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们有另外一台计算机。哎、欸，还没写好哈，写到一半而已哦。天照倍率计算机，20.25哈。现在几颗珠啊？26颗。伤害多少？4633。813哈，大神是不是有1.3倍啊？有人知道吗？我有点忘了。哦，还有分强化跟没强化，靠北啊！我当作全部都没强化好了。大神是不是1.5倍啊？假设我两 combo 了，有没有知道？有没有知道？哎、欸，没有人知道大圣倍率是不是？应该是1.5×1.5吧，是45.5625。看一下倍率，1000多万啊，直接 KO 了。126倍的还算什么？为什么126倍？你要告诉大家，你不能讲解啊！反正他就死了，你就直接打就对了。我不会讲这种话，了解吗？
啊，为什么126倍？你要解释一下，为什么126倍啊？ 4.5 乘 4.5 再乘 1.5 乘 1.5 啊，这个大圣没有增伤是不是 ？OK， 对吧、啊？你要告诉人家原因啊，你不能直接哦，告诉你，你打了就对了，为什么啊？不然我就不用做教学了，各位，懂吗？我可以给你懒人包啊，但是过程我还是要告诉你啊。有没有人知道？大圣没增伤，对啊，那为什么他写100多倍嘞？我写 30.375 啊，还是因为天照倍率他帮我算进去了。注意哦，那四颗的这个哈，那个这个是没有倍率哦，这个没倍率哦。哦，我只是要知道伤害啦，所以没有人知道是吧？看这题有果然有难度了。通常只要讲到数学的话，应该大家的难度都有点难了。来，26颗的话，上次我算大概二点多倍吧，应该差不多吧。有多62.5倍哦，什么意思？4.5乘4.5乘2.5乘2.5。双天照的队长倍率是不是？双天照队长倍率，好，我不知道你的计算过程是什么。那很多人可能好像都知道，因为我第一次用天照来打，第一次用天照来打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倍率是多少。2.5乘2.5，所以是189.84375，84375对。哦，有人要看我用天照，他要知道原因啊。不是我跟你讲，这样就对了，这个很难说服别人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看一下哦，我打出来是多少？靠，太夸张了吧？为什么这有伤害啊？为什么这有伤害？哎，这个有啊，出来是457万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啊，4570万。天照15颗就126倍，消除15以上属性符时有 2.5 倍，了解。哦，所以 2.5 再乘以 2.5 乘以 1.5， 了解了解。OK， 对，这是谁说的 ？Location 是吧？漂亮漂亮。啊，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，神族符石我算进去了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就是用神的符石，所以我现在打了4000多万了，有点变态倍率啊。是说消整版是不是？我还是乖一点消整版好了。哇，阿娘，我这倍率太夸张了。糟糕，克数啊，一点五啊，我刚好加进去，有算进去，克数有算进去，嗯，以防万一哦，直接开，轰轰轰轰轰轰轰。这时候可以补满就补满吧，各位。OK， 我是不希望他打死啊，说实在话。不过我要 KO 掉其他的两只，这个是关键。两只打下去9000，让它锤。哎呀，不是说好让它锤的吗？靠，忘记了。哦，右膝不错哦，把全部的倍率算出来，太妙了！看，真是以一挡百，太夸张了。
我没有注意到队长机的问题啊，我没有注意到队长机的问题，所以我现在那个贝利在算的时候有漏掉啊。这伤害有点狂哦。一颗神族珠38，一颗神族强化珠48。我的公式跟你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有上次有看到我在做计算的话，应该会知道，就是我的式子跟大部分的人是不一样的。应该不是只有你，大部分人应该用的都是你那个式子。我的不是趴数，我的你要算趴数也可以啦。我的就是 0.55 啦，一般的话应该是 0.55 啦。就是我的神族福祉是 0.55， 然后强化是 0.7， 但是因为公式不同。但算出来结果是一样的。这一只的话，我建议这一只直接把它干掉。痛啊！有一点点危险啊，老大。天降神救援哦，把技能磨回来哦。嗯，我想想看，还有六回合，有点远哎。头尾苍蝇比较好用哦，你可以试试看看比较好用啊，我没试过，但是现在是全神哦，现在是全神哦，因为没试过我就不下定论了，因为我不晓得差多少。然后苍蝇有个问题哦，尾王会被锁住哦，要小心小心一点，如果你真的要试的话要小心一点。叠珠哈，哎，我叠珠是要叫你增加combo，没有叫你增加伤害啊。这时候尽量消杂珠，不要消光跟火珠。9000多哈，跳哦，阿娘喂，多啊好，多好啊！不行，过不去。等下，我想问一下那个贝利的问题：天照是消整版2.5倍，还是怎么样？苍蝇被锁，路西法不会被锁，没差。他那个神魔共鸣，他不会有伤害，差在这里。欸，神魔共鸣他不会有伤害。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就是是消整版才有那个贝利，是不是？看我觉得这样有一点慢，我直接切换去看好了。因为我只注意到 CD 死的问题啊，我没有注意到那个贝利的问题啊。我看一下啊，15颗以上全队提升 2.5 哦，15颗啦，了解了解。没有说要手消，消除一种要15颗，一种一种不会刚好不够吧？6、7、8、9、10、
看都不够，都不够，吐血了。不能开大圣，六六六二六不能开大圣，你想一下为什么就知道了。嗯，好一个用天照反，目的漂亮，好，谢谢你们，可以用天照反攻啊，这漂亮的目的。哎，好多人都知道哎，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白金不用讲哎，已经有观众直接告诉你答案了。有没有舒服？舒服啊！有没有看到那个叠桌？哎，因为来不及了，因为来不及了，因为来不及了。来不及造碟啦，不然怎么办？西地圣衣啊 ，OK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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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 ，OK 啦啊！要做强化扶持，下一关，所以把新珠都消消掉。北返，清舒服啊！左球给天照的，左球给天照的。我忘记开路啦！难得一生忘记开路啦！那节目效果啊！你以为真的是忘记啊？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。要做什么啦？14哥，14哥，你没玩过啊？看啥酒是？14颗，哇！露娜，我咧惊啥哈？咧惊啥？惊啥？惊啥啦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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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呵呵哈嘿！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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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，各位，一波 seven， 归音，一波 seven， 一波 seven， 一波 seven， 一波，我靠，你的珠子太多了吧？你会不会太多了？13 11
不行，一波气你再刷了，看来我不出手是不行了。不要关到技能。他跟大圣其实是啊 ，miss you miss you 的关系啊。我看到一波气再刷了。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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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K， 不要转我的啊啊啊啊啊！节目效果啦，我算过啦，哈哈，算过了算过了啊，嚣张了，哎呦呀，凭百姓真嚣张了，欧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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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看到那个绝对更新没有？啊，我是地狱来的使者，老马中的传奇，这一周叫做逆老马，知道吧？逆老马的啊，逆反过来的意思，逆老马。哎，西地减二，我算过啦。嗯、啊，逆老马啊，就是老马再把它逆转过来的一个意思。啊，你以为冲哪啦？你弄吗？被邻居。算过啦，这一队有特异功能了，逆脑马，知道吗？就是看起来是脑马，你要把它逆转。哎，天照不是会反击吗？哎，对，为什么没有反击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刚没有反击？我有点纳闷呢。为什么刚刚我没有反击啊？是不是绿水珠就被搞到海洗啊？我就是要光珠啊！如果他今天转出来是水珠，或者就是我不要有水珠啊，我就是不要有水珠啊。他怎么讲嘞？倍率很高啦，可是，我觉得就是一个碾压的感觉的队伍吧，但是他没有让我觉得。有什么特别 突出的？我是觉得卡片在抢，不是人在抢哎、欸。无视减伤是不是？吸收攻击力五倍，对其进行。所以因为无视减伤，所以不能吸收是不是？绿水珠没做绿法是水转光，没有我要 combo 啊，懂我意思吗？水珠他帮我转啊，我不急啊。哦，我懂你意思，也可以的。你们打牌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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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因为我要制造 combo， 但你们是意思是整版全部都水就好了，是这个意思嘛？对不对？但是刚刚的水珠，对不对？那个都前面天照跳起来是不小心的，我故意的，故意的，哎，故意的，我要做节目效果啊。